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脱妻献子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，这什么演员这么低着这啊？您也没抬高了多少，这俩不是外人，我俩徒弟是赵云霞、李云杰，说的那个事儿呢，不是人李云杰的事儿，是于老，也不是我们家的事儿、啊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等我说完了，说完了就完了。爱跟于老师一块聊，这说实在的啊，生死弟兄一般。哎，真有交情。这于老师就是我亲生的朋友。哎，啊、什么话您这？朋友还有亲生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是他生前好友。哎，啊、我这就死了。不是啊，我们俩人闺蜜。哎呦呵。还闺蜜呢啊！闺蜜是人女孩用的词儿 啊，咱不能用。蜜闺，咱俩蜜闺，俩糖水炖王八。说的那么牙碜、啊，闺蜜蜜闺，这女孩闺中密友，女孩就说咱俩好，这那就完了。咱俩好，当然好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对了，交朋友都是找说得上来的人。是，你看那个写字的，书法家，净找画画的在一块儿。哎，人有共同语言，摔跤的，找练武术的在一块儿，他属于同行，唱快板的，找动物园喂熊猫的在一块儿，这怎么聊什么呀？研究那竹子，哦，要偷人竹子做板儿去，哦，你看那跳舞的，找卖钢管的，嘿，好嘛，没跳什么好舞蹈，这样。在一块儿哦，人活一世可以没有亲戚，不能没有朋友，一点不假，多交朋友。为什么跟您在一块儿？为什么？我就是拿您当我的好朋友，咱们确实是有交情。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怎么讲呢？鸟随鸾凤飞腾远。举个例子吧，您说说。就是咱们都是自然界里边各种鸟。哦，咱们都是鸟。我就是个小麻雀。哦，您可不一样。我呢？您是凤凰。嚯，鸾凤，哎呀，两膀子打开好几丈，这大呀。凡鸟都得上西天朝拜如来去。是是是，您要去就方便了。我呢？凤凰啊。哦，一算这日子，得去朝拜如来了，该走了。凤凰乐了，哟西，哎，又来了、啊、我先打日本飞过来。那不管你哪飞来吧，反正就飞吧，啊，哭嚓哭嚓哭嚓，哎，我拉着去的是吗？噗呲，喂，这行了，词儿，这叫没有相声词，丝丝拉拉的吧，哎，就呼哒呼哒的，你就很快，啊，你很快你就上西天了，哎，我死的还真脆上这个，知道吗？我朝拜去了，对，那我就不行了，您呢？小麻雀，哦。翅膀打开了不到一哈，没多大。我要想去费劲费大了。是啊，我就得借您的力。怎么借我光呢？咬着您后边的一根羽毛。哦，您就把我带去了。是是是啊，我跟您商量这事儿。你说那行，走吧。 可以。哎，您嗯、啊、哎，没有，甭找了，今儿没带着啊。哎，这压根儿也没长着这个。嗯，跟您一块儿借您的光。嗯，沾朋友的光。这就是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对，这是老话。但说真正的交朋友，那可麻烦了。是吗？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穿房过屋妻子不避，得有这托妻献子的交情。嚯，您这一套一套的啊！你看看那一句一句给解释解释。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怎么讲？那就得举个例子来说。哦，啊，你我，还是咱们俩同学吧。哦，好吗？好，可以。我们都在工读学校那儿啊。哎，好嘛，不是，咱俩干嘛去了？上工读学校啊？就是很好的一个学校吧，好吗？哎、好学校，很好学校。你跟我，还有小女孩吧。哎呦，仨人，咱仨人，比如原来都是一个胡同住的，哦，后来一块在一个学校，在一个班里边。好，咱们三个人都是很有出息的好孩子，好学生。她长得漂亮，女孩，小女孩，她是校花，哦，就全学校都有名，校花。我是校草。
啊，您就差点了。哎，嗯，你是孝子。哎，啊，那就是咱仨，就我戴着帽子呢，是吗？孝子干嘛呀？就是你学校里莘莘学子嘛。哦，这么个孝子，学习最好。哦，孝子。哎，郭德纲、于谦，还有这女孩。嗯，女孩姓马。哦，叫玛利亚。嘿，嘿。咱们仨人一个班，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情窦初开，哦，我很喜欢她，啊，你也很喜欢她，哟，但是女孩很为难，没法选择，跟谁不跟谁啊？是啊，最后也没跟我，也没跟你，你瞧瞧啊，在咱们心中都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，便宜外人了，是不是啊？我说的这么真诚，你怎么糟践了？给不是你，都没跟咱们呀，啊，你。就他也落不了好人手里边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不跟我，你跟谁去是吧？您接着说吧，是不是？嗯，就都毕业了吧？嗯嗯嗯，各奔他乡。哦，哎，就分开，谁见不着谁，一大了就是差事啊。然后我就做买卖吧，做生意。我做生意了，哦，我是一个大商人，挣钱了，哪儿都去啊。哦，就短短的十年光景啊，嗯，我就挣了十多万。嗯，嘿，这不多呀，这个。十年挣十多万，但我是卖耳挖勺啊，好脑子呀，你看看，大企业家呀，您是？那就不，我自个儿销自个儿卖。哎呀，我天天自个儿掏，知道吗？嚯，给自个儿代言，这下不了价，这个知道吗？那是，嗯，那是，嗯，自己还掏钱买。对，嗯，我怎么的了？我这做什么买卖不比这强？不就随便说吧，嗯嗯，随便说做买卖，哦，到最后天有不测风云，又怎么了？我这个。做生意赔了，那肯定的，做生意赔了，嗯，凭什么呀？您卖耳挖勺还自己买个不赔，等什么呢？就反正做买卖就赔了吧，啊，赔了吧，啊，赔了我很难过呀，啊。哦，那是。我就想着我得奋斗啊。哦。但是由于这个生意做得很失败，嗯，家里边都卖了，哟，四壁皆空，没东西，我就剩了一盆，哦，一大盆盆，最后我也没辙了，嗯，啊，我做这盆呢，我就漂洋过海了。您净干这玄事儿啊！嗯，坐盆漂洋过海，坐着盆弄俩擀面棍，我就漂洋过海了。嚯，哦，好体力！嗯，我想想啊，我能飘到哪儿去，嗯嗯？还没准谱呢，我就飘到日本了吧？好吧，好，好吧，好，到日本了啊！嗯，我戴着我这盆这帽子啊，嗯，拿着俩擀面棍，嗯，我漫步东京的街头。哦，上东京了。嗯嗯，我心里是很难过的。那是，心里很难过，想我的家乡。嗯嗯嗯，想我的父母。这人一累都这样啊。去你！这做生意我啊是。哎呀，独在异乡为异客。嗯，走在马路上倍思亲啊。走在马路上倍思亲，就有这么古诗嘛，是吧？嗯 嗯， 嗯，是吧？是难过吧？哎，打对面，你来了。哦，我也在日本。一帮警察，啊，就把你弄过来了，就哎，得压着我呀。不是簇拥。那您别这么这姿势不对，就是你很亲民嘛。啊，哎，这行了，亲民我就撅着呀。哎，就走过来了。啊，突然间看见我，你就愣了。是，哟西，哎，这好，我在日本待这么些年，就会这一句合着，我也愣了。是啊，哟不西，哎，哟不西，就是我不会说，不会说就别说了。啊，这会儿你的身份已经不是说相声的于谦，那我呢？你是日本首相。我呀，你还有个名叫鸠山，你让大伙看这模式像不像？真像假像啊？您这，你看回去问问你父亲，知道吗？别去，别去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比喻吗？日本首相了，我是当头了。看见我，你眼泪都下来了，哭啊！哇，裤子都湿了，哇，裤子都湿了，你眼泪，我这是尿了，这是，眼泪很冲。哎，这还没有那么冲，就是看见亲人了，看见自己人了，一样又松了，就憋不住，松了，就眼泪啊，就下来了，眼泪就哭了，就完了。看见我，哎呀，眼珠子，眼泪，眼珠子，眼泪子下来，眼珠子是哭了就没有眼珠子的事儿，知道吗？啊，眼珠子，眼珠子没下来，眼泪，眼泪下来，嗯，来着我，哟，我也高兴，我没想到，是，我你怎么混成这样了？你现在啊，你我现在首相的干活。首相的干活，首相的干活，我得鸠山的干活啊，鸠山干活啊。我说你挺好的，好多年没看见你了。是是是啊，我现在挺好，事业家庭都挺好。我说你结婚了？我结婚了，结婚。咱们那小学的同学后来嫁给我了。哎呦，我这万念俱灰呀！你呀，现如今您首相了，我这样，嗯嗯，而且您把当年校花都娶了啊，那就我有，哎，
我能说什么呀？我们没话可说，就这个位置说不了别的，眼泪哗哗的。嗯，你还劝我，行了行了，得了。嗯，所以都是成年人了啊。对，他现在跟我也挺好的啊。嗯嗯，我说你替我问玛利亚好吧？哦，现在不叫玛利亚了。嗯，他叫小泽玛利亚。我跟那位是同学呀。我说我听那名很熟悉啊。是是是熟悉。熟悉啊。您没少看呢这是。很熟悉。哎呦我没想起来，我说这个是从事什么职业啊，我们这个。别问这个了就。啊，在日本这个影视圈发展。我的天啊。真捡好听的说。他的光盘你看一看。哎，这不是。干嘛还推销呢？是怎么着？啊！我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啊！我说，我现在完了，比不了你了。那是老同学，希望你好吧。嗯，别，现在也回不去了是吧？啊！我给你钱，我这掏出支票，嘿，又一伸手啊，啊，有打屁股后边，啪，你拔出一杆笔来。哎，我这屁股里插着笔呢，是怎么着？我怎么说？你怎么说这么脏的话？废话，笔有从这儿拔出来的吗？你裤子后边有口袋。是吧，我这谁给定做的这衣服，这是、啊、就你一使劲扑一下子拿出来。哎对，您听这声啊、嗯、啊，这个大金笔啊，金笔，这杆笔纯金的，嚯啊，哎呀，呛得慌，是是是，口袋里出来的吗？这个是呛得慌，给我开支票干嘛吧，给我开支票啊，三怎么写？嗯，我这文盲啊，是怎么着？你看，你看，开支票吗？啊，开支票给了我，我拿着钱，我能回家。哦，念谁的好？谁呀、啊？念您的好。我给您钱了。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表现在这地方。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这句话怎么讲？那还得说是咱们吧？还是咱俩？咱俩的交情。对，你就不是日本首相了。太好了啊、嗯！不是了，因为你从那个岗位上就下来了。哦，他们也下岗啊？下岗了啊？嗯，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。哦、oh, ，哎，没事儿，晚上你就扛着铁锹就出去上班去、嗯。我干嘛去呀、啊？就是你挖木去。挖木、盗墓算自由职业者呀？对，就地下工作，地下工作。哎，还地下工作？晚上没事大家出来。嗯。当当了当滴当，里个里个当，里个里个当，当当当里个当。快行了行了，扛着铁锹不是耙子，您呢？是铁锹。猪八戒的曲子都出来了。刨去吧，啊，嘁哩咔嚓，嘁哩咔嚓，呼，这一大片啊，嗯，刨吧，看能刨出什么来，啊，刨吧，正刨着呢，嗯，灯光明亮，哦，来一大帮人啊，嗯、人家开着挖土机来的，啊，什么？人家开着挖土机，就那个大挠那个夸一下子那个，哎呦，呜、哦、来、啊，拆迁办的，拆迁办的，嚯，让我赶上了、啊，一看你非法盗墓，嗯，非法盗墓捆上，嚯，把你捆上了，嗯，人家有照，对，哎，有照盗墓，哎，照有照盗墓。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夸夸，哎，嗯，挖出来了。哎呦，曹操的墓。嘿，你看，你眼泪都下来了。那是啊。你再横，你也干不过拆迁办的。对，啊，这叫坐失良机。刨出来，刨吧，打开、嗯、曹操墓，嚯，看见俩头盖骨，一大一小。哎呦，这大的是曹操啊，小的呢？小的是曹操小时候。哎。高科技这玩意儿、啊、挖错了这个啊，你这让人倒过一回了知道吗？啊，什么话这是？曹操死尸两边还有两具女尸啊，一个是二奶，一小三儿，知道吗？呵，那、嗯、真正的媳妇呢？媳妇在日本呢拍那个光盘啊。哎呦，全干了这个了怎么？人家那跑吧，你得想着跑 啊, 啊对呀、啊、老跟这儿一会儿打死你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偷着把这弄开了，解开跑着快。哦，兔子都是你儿子，真的、啊哎、这好，没有这么吝辈儿的、哦、老百姓。嚯，这什么东西一溜白光啊啊，嚯，这个跑真快，跑这么是是好，跑这么快，你这踢球去多好啊。哎呦，你一回头回句子儿说踢球去啊，我还足歇的呢。这句话惹祸了。那是啊，老百姓呜追上来了啊，足歇的弄死他，嚯、嗯，多遭恨呢、啊、这玩意儿，当活活打死。那是，还不如让汽车撞死呢、嗯、这个活活打死、嗯、打死了、嗯、消息传来了。是啊，怎么办？谁怎么办？我得管你。您呢？你家里还有父亲了、哎、你父亲老爷子八十来岁，嗯嗯，谁管、啊、就得靠朋友。那倒是，我得送信去。是啊，一进门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嗯，老头这个还不知道，独生子就我一个，出事了。
假冒足协被打死了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了。老头那老科学家，跟家上网，嚯，正写论文啊，查资料呢。那科学家，他一回头看见我，哟，来了小子，坐那儿啊，认识。哎，我说坐那儿，话的说不出来，那哪儿好？怎么说呀？您忙着呢，忙着呢，不知道查点资料。哎呀，小陈这辈子可是没白活啊。小陈，香港一个摄影师，小陈同志啊。这是查资料呢吗？这个167张，哎，这168，哎，行行了，别说了，再查几十张就该逮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打这起，我管你爸爸的生活，哦，我就如同是他亲儿子一样，是是是，伺候老头吃喝穿戴，好。哎呀，老爷子注意身体，别老上网看那个了啊，那不好。我打日本带了一张盘，你看，这还要来，行了。您就别传播这个了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您瞧瞧，最讲究的得说是托妻献子。什么叫托妻献子？还得拿咱俩人举例子啊。又是今天的你就不是首相，也不是那让人打死那足协工作人员盗墓的那个，你是一个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啊，还是本行了，70岁高龄，哦，老了，造诣非常的好，艺术家嘛，艺术精湛，独立门户，你是燕赵门的创始人，哎，这好嘛，啊，我爸爸介绍我进的这门，可以可以，什么可以？燕赵门是什么门呢？每天你就在街上给大家讲相声，我都艺术家了，我街上讲相声，对，就喜欢亲民嘛，哦，亲民嘛，不卖票，卖票没人看，是吧？这叫亲民呢，这叫艺术家都这样，是吧？哦，跟街上说相声，拿手的节目就是反正话。啊，或者基础活啊，一生啊，一生的经历啊，就弄了一段反正话。哎呀，这能研究出什么来着？后来有一个歌颂型的代表节目叫《打倒郭德纲》，获得了业内同行的好评啊。他们给我开瞎道呢，那是。天天跟街上说吧，老百姓围着您爱看呢。嚯，给饼的，给馒头的，给苹果的。我要饭去了，上那儿。就到这样，你就得这样了，是吧？哦，就给饼。天天跟这儿演吧。演出结束了。人群里边过来一个人。穿着打扮很有钱，讲究，听口音像是广东那边的人，南方啊，一把拉住了。好，于先生，很喜欢听你讲的相声啦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你的手好有力气。你也高兴了。是，我干过足疗。先讲，我在洗头房那儿，我还别说了，这你跟人说这干嘛呀？你说经历丰富，这经没那经历不露脸。哦，好，我很喜欢啊。你讲的这个相声非常难听啊。什么话呀？给我的感觉非常。什么叫非常难听？会哦，给我的感觉非常难听。还是你听不听到？非常难听，飞上蓝天呐！您这个啊，什么口条啊？您这是。我很喜欢你的节目啊，谢谢您。我到很多很多妓院去找你。什么？我不在那儿工作，您呢？他们妓院啊，到很多妓院去找你，没有？那是他们说你没有资格在妓院表演。哎呀，我连那儿都去不了了，您知道吗？后来发现你在这里演出啊，在街上，我非常的欣赏啊。是啊，你不是个人啊？谁呀？你是一个神仙啊，神仙大喘气啊！于老师，你王八？是你王八？你很忙吧？我很忙啊，很忙吧，王八？哎呀，要了命了，这嘴里头。人家这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板。哎呦，大生意人，请你来上人家那儿演出去。上哪儿啊？五年一个周期，在迪拜。迪拜，对对，还够偏的，5年。迪拜啊，给你包一长途车，给你送那儿去，知道吗？哇，哎，我得死在半道上。年薪1000万。一千万日元。哎呦，这躺着花去吧。行了，花去吧，点去吧，那是啊，1000万日元呢。泰铢，哎，还不如日元呢。泰铢月盾行吧。行了，人民币也好，人民币1000万人民币，5年就是5000万人民币，不少啊，让你去。但是人家有要求啊，不许带家属。
哦，不带家属。你一下你就愣了，怎么呢？我们得介绍一下。你说说，这一年的于老师70多岁高龄了。对呀、啊，他的婚姻一生都不是很顺利。是啊，他一生有过3次失败的婚姻。哦，第一次是小的时候娃娃亲。哎呀，啊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。嗯嗯嗯，一个9岁的孩子懂什么叫爱情吗？9岁就结婚？他才9岁，那个女孩才42。哎，啊嚯！42，后来不成功。那是啊，成功就是干妈了啊，不成功。嗯，后来第2次婚姻也失败了。怎么呢？被你的徒弟把他拐走了。嗯，哦。第3次，那个女人成了你的继母。哎，我周边都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到现在啊，你70高龄了，刚刚完婚。我刚结婚呢。你就在街上讲相声，来了一个身份显赫的一个有身份的女孩吧？哦，阿姨土鳖公主啊、哎，土鳖呀。看上你了啊、哦！公主一看，哟，哎，这好嘛！这我留学的时候认识的。嗯，你心真宽，听您说呗。啊，就死乞白赖非嫁给你。哎呦，抛弃了万贯家财，抛弃了名车豪宅，抛弃了所有的钱，就跟我跟你过日子。哎呀，这个高尚爱情感动了街道，给他办了一低保、嗯啊。哎呀，呵好。嗯。哎呀，这女的也是浪的，我跟你说。嗯、啊。街道办事处说了啊，只要他能活过100，每个月给加30块钱。嚯、嗯，我都替他冤得慌啊！刚刚成亲啊，马上让你走啊！你要不去吧，你也难受；是去吧，也难受。多新鲜的！贴上这个如花似玉的阿姨土鳖公主。哎呀，好不了哪儿去，这怎么办呢？嗯、啊，上无三亲，下无四故。嗯，整个亚太地区，你就剩我一个朋友。哦，你说这媳妇儿，你托付给谁？那就托付给你吧，那就你看托付给我，你乐意吗？哎，你少来这套，没3亲没6故，就您一个朋友，我不托付给你，托付给谁呀？我比你还揪着心呢。你干嘛揪心呢？朋友妻不可欺，嗯，要想妻，等他上了飞机，是吧？哎，太好嘛！不是不是，走了以后您倒不等了是吧？你是坐长途车走的？哎哦呵，我上不了飞机。你迪拜之旅，你走了，知道吗？我赶紧吧。嗯，你想，你一辈子说相声，光同行你得得罪多少人？我干嘛那么这中国相声界一报仇，你算玩完，知道吗？哎呦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得救他们呢。您呢？你在迪拜那儿了，你没有功夫，得我管呢。您怎么管？河北省固安县租一农民房，嚯，拿车给你媳妇儿都拉那儿去，嗯，连家具都搬过去。哎呀，这个地方非常的幽静，是前面有沟，后边有河，左边是井，这边是坟地。哎，好嘛，给我媳妇儿搁炮楼里了啊。一切生活全是我负责，您管，我开车去。哦，啊，吃的、穿的、使的、用的，一切应用之物搬下来。搁在台阶上，掏出信封，里边1万块钱，顺着门缝扔进去。妈，扔进不能进，不能进。您把给送进去，这么多东西。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好说不好听啊。啊，我不能让人家说闲话。您要脸面，隔三差五老得来。到年根好一车，什么肉啊、鸡蛋呐、啊、年货、油盐酱醋、柴米、应用之物吧，过日子、哎、全拉来。嚯，掏出信封，装上钱，砍进院里去。不进门，这么多东西你也不送、啊？嗨，这经常是不进门、啊，就不进门，不能让人说闲话，真好，知道吗？一连两年，见天就是我这桌，老去啊，花钱都无数了。哎呀，开车来了，山楂片啊，奶粉呐、啊，花楞棒啊，话梅啊，清新儿，不是，对对，哼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哎、别往我屋里倒腾这东西、啊，就是要什么给买什么呀、啊？要花楞棒，那谁知道跟屋里腻呗，自个儿玩这个呗，是吧？也见不着外人，知道吗？就花钱都无数。那谢谢您吧。简短截说，嗯，5年之后啊，你来信了。哦，迪拜那边您成功了，我该回来了。啊、该回来到期了吗？是 是, 是。这个我不能不去了吧？那得去。开车奔固安，告诉他一声。到门口把车停下，嗯，拿钥匙开门，推门进来。嗯，哎，他有钥匙他。我一进来呀、嗯，你媳妇啊坐在那儿正给孩子喂奶呢，知道吗？都有孩子了。我往这一坐，我倚着那背后坐。嗯，哎，真随便还，金莲。我媳妇叫金莲，小潘，潘金莲啊。那个，那货快回来了。什么话呀？你说怎么办吧？打这儿呀，女中豪杰啊。嗯。我管你那个去了，反已经这样了，是吧？嚯、哦！哎，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他豁出去了。正说着，门一开啊，大儿子回来了。哎、啊，都俩孩子了，在门口玩呢，跑进来了。啊啊！爸爸。混蛋，还叫爸爸？哎呦，再叫爸爸出人命了，知道吗？嗯嗯
明后天啊，咱家来老头，知道吗？老头长得跟那日本首相鸠山似的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好，你这都勾着呢啊。嗯，他回来，管他叫爸爸，我不愿意，什么愿意不愿意的，知道吗？嗯，嗯听话，孩子，他救活不了几天，你妈有办法啊，你妈有办法。嚯啊，把那毒鼠强都找出来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多狠呐！哎，孩子都交代完，准备好了，首都机场接你，嗯、赶紧都来了，我领着这大的、嗯，你媳妇抱着那小的，你打机场出来了，嗯，好家伙，5000万身价，哎呀，绿裤子、绿褂子、绿大衣。戴着一绿帽子，哎呀，我这扮相太合乎身份了。嘿，拄着一绿拐棍儿，是啊，这身绿照的脸子蓝哇哇的，蓝的。大儿子还问了，啊，爸爸这谁呀？嗯，你不认识他？谁呀？这不阿凡达吗？啊，这去。